如果有出现一个小仙子，可以把你妈妈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，你希望她把你妈妈变成什么样子？把她变成像小孩，那我就可以管她。不是蛋挞，它里面会再加一个鲜奶油，这个没有装，那我们就放进去喽。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等你来玩。